金华一小北方案系列大纲。就这样，直接进入我们的事业。这席，游乐告会长老教会是一个制度，是一个新的体制，是一个体制。每一个人进入这个体制来宾，那这条书或者传道，都要降服在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跟信仰规范。所以在这里要受命的人，来接受长老教会这个誓约词，来，这是我们对孝忠宣传道安尼讲。因为你要修团的思维节节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？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，做你信仰甲节节唯一的根据啊无？教会头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独独依做主。今仔关于教会中达顶好的事，要我去伊来设法，你约要安尼行啊无？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《使徒圣经》、《尼西亚圣经》以及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啊无？长老教会是起坐伫上帝话，设施立以后所信所传所行，无照教会法规。你肯幸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立规则啊无？来，这个是请咱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起立。今天这是一个誓约，当事人传道做了跟上帝的誓约，信徒也一样。现在我用闽南语我想台湾人就是看这个字也可以明白。你若相信，煞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做教会的头阿伯。孝忠宣受派做英国教会的传道师，你若欢喜要接纳伊、敬重伊、疼惜伊、体贴伊、替伊祈祷，甲伊同工兴起上帝国，煞恭敬伊、帮助伊、较会利益伫教会，恁约要安尼行阿伯？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，彼此若有失策，应该通知社会说法，唔通四界包容，地教妨害教会大局。恁约要安尼行啊无？咱三个人记得。祝上帝阮这个时，共同伫你的面前做这个誓约。阮教会要听受传道，传道要用伊伫你面前信仰的领袖来分享互遮个教会，真侪培养阮性命甲灵魂真个食物。愿你保守这个圣体，永服教会就是耶稣基督，要一起献给上帝的圣体，让这一个圣体是完善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就是一个身体。是圆圆满满的一个身体，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跟功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努力把我家己发挥我伫你面前的修炼甲恩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宣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官兵，设立你孝忠宣做本教会传道师，当你受设立做传道师，就坚持你本身甲你的教示。常常关心伫遮个事，因为安尼行要救你本身，甲听你道理个人。阿门。请坐。主阿爸，真当。心情很平稳，那边有圣经，有教会法规甲宪法，有侪侪做传教者应该爱有诶。咱这个时，咱来请创宣团队来甲咱讲几句话，好无？我想，无论你用台语、华语都可以，我可以当你的翻译吗？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
感谢上帝的带领。感谢上帝的带领。那真多谢大家的接纳。谢谢大家接纳我。让我伫永福教会做传道师。那我在这里担任传道师。真多人真好奇。大家都很好奇。谁人我年纪这么大啊，还搁要想要去行教会咯？为什么这么老了？其实人的生命中有足多的变化。人在生命里途当中有许多的变化。不是咱所会当计划。不是我们自己计划，自己要行的路。活到今嘛。吃到这个位。就要去读神学院，献身行献身的路。才到神学院走献身的路。家己嘛想袂到。自己也想不到。三十几年前，我因为一摆车祸。三十几年前我车祸。差一点无命。差一点失了性命。当个时我读东海大学。那时候我在台南大学。骑斯柯达要回去社头。接着斯柯达要回社头我的家。我伫大同山的中港路骑。在中港路下山。有一个大卡车对我身边啊急驶过。有一部大卡车秀从我身边过去。伊为着要闪车。他为了闪过一车。伊的车尾挨着我的机车。他的尾巴闻到了我的机车。因为司机的速度足紧的。车子很快，知影怎么样？很危险，可能会无命。我差一点没有命。我伫心内大喊大声话，心中我大喊：上帝啊，救我！上帝啊，救我！讲煞，我规个人叫我弄出去。失命这样子过去，我人就飞走了。我伫涂骹咧滚下来，滚了好几圈。斯柯达拢总冒社会，斯柯达变成废铁，啊，拢总派去。废铁，都是现场的看到人，拢讲会当活来是一个奇迹。现场发认为要活命那是奇迹。我这个时阵，敢若乌青的经费甲老费。想不到那时候我只有黑青。哈哈哈！无想到，骨头甲五脏六腑。重要的部位都安然一样。实在足奇妙的。真是奇妙。我知影是上帝救我。知道上帝的手保护。才能安然死里得生。才能够死里逃生。当时我发现我家己还阁活着。当时我认为我自己活着。我做一个回应祈祷。我当时做了一个回应的祷告。上帝啊，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未来的性命要给你用。上帝啊，这一条命是你救的，未来这一条命要回应你的爱。后来我伫中华基督教会做关怀师工作。我在中基做关怀师。拢总是28年时间。有28年的时间。除了逐天关心患者、替别人祈祷了。除了关心患者、替病患祷告。佮用听陪伴这些患者，关心这些家庭的事。用我真诚的爱陪伴这些家属跟病患。我嘛利用时间再去教育。我自己播出时间，在忙碌的时间播出时间，继续到神学院进修。我无放弃，但会当学习的机会。我没有放弃学习的机会。第28年中间。28年当中。我捌读过社工。我读过了社会工作。宣教的硕士。宣教硕士。我有2年时间去中华师大进修婚姻甲家庭。2年到中师大去进修婚姻与家庭。我甲团体咨商。跟整体咨商课程。啊，各地病院学习 CPE 的课程。各地病院又在医院进修 CPE 学商的训练。我即马想起来。现在回想。拢是上帝对我的宝贵装备甲计划。上帝一路装备了我。许多人拢问我倒位来勇敢。许多人问我你怎么那么勇敢？其实我嘛唔知。我也不知道。伊个个知有一个真强的困难，煞我向前行。只知道背后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一直不许我向前走。伫一个月中间有30多人来跟我讲献身的代志。这一个月，过去一个月有30多人问我为什么你献身这件事情。真正足奇妙的。很奇妙。我怕不得不面对这的这项代志。不得不让我面对这一件严肃的事。另外一部分是我先生过身了后，一九年来看见上帝疼甲眷顾。另外一件事是我先生离开这9年多来，我跟我的家深深体验到上帝的爱跟带领。因为上帝疼，所以给我勇气来行无归路。因为上帝的爱让我有勇气走这一条奉献献身的路。
当时有两则经文的印证，给我做最后决定。有一段经文做了印证，让我做了这样的回应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九节，二十节，二十一节。我用华语来念了哈。华语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，或向右。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对你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以赛亚书二十章二十一节讲，主虽然用艰难给你做饼吃，用困苦给你做水啉，你的教师却未过温存，你的目睭要看见你的教师，你就是往左边往正边，你要听见后边有声音讲，这是正路，你爱行伫迄个中间。看到这个经文，我就哭。每次在读到这一段经文，我就流泪。兄弟，你知道我的心声吗？上帝啊，你知道我的心思意念。我是老弟。我顺服。搁较侪行行，拢有上帝引导。再多的君王都有你的带领。真正免惊。真正免惊，真的不必。这是路，就是要勇敢向前行。这条路，勇敢向前走。两年后，真正要开始无回，依然是足惊起来。两年后，我的现在我要牧会，也是充满了恐慌。刚才我无读书。加在我有这一位老兄。已经出现了牧会经验，未当学习。他的经历可以这么的学习。我们未来牧会要用上帝的话做牧羊的原则。未来牧会的路，上帝的话成为我的原则。配合牧师最后的讲讲。希望在跟王牧师成为好的同工。我有五节华语堂跟弟兄团契属工。我主要的任务是被托付华语堂跟一些团契的陪伴。我期待牧会的路。我期待牧会的道。你能了解羊群的需要。能够深深明白羊群的需要。能够回头关心他怎么去训练。能够真正的进入关心跟训练的课程。在团队服侍中间。在团队服侍当中。期待每一个人服侍。期待每一个人的服侍。唔通过度负担。不要过度操劳。快乐服侍就好。快快乐乐的服侍。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用爱来缔造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。另外一方面，也要邀请您大家给我到参加。邀请大家替我祷告。我个性有真侪欠缺甲无道理啊。个性当中，我有一些欠点。期待你更加侪的包容甲体谅。期待大家用爱来包容我、体谅我。那这无拄好的所在。不足的地方。那是不适合读书的角色的所在。不适合的传道人的地方。请你私下直接跟我讲。请拜托你私下跟我提醒。不要跟别人讲。不要在外面世界抱怨。我会努力学习，改变自己。我会努力转化我自己。多谢大家。谢谢。